强而有力的，都有迄个指导性。当然，伫首先学到，咱会当来建立一定的，其实这是互咱一个真好的机会。当然，大家拢会当把握。那当然，咱的学堂呢，真大间，但是咱进伫这个班会内底，一班的呢，也无遐多人坐甲坐袂落。所以讲呢，这是互期待啦。 嘛，咱目前面的不断伫咧变成吼，希望讲已经每一代人咧用，咱拢爱坐甲场地。各位前人，咱安尼看敢好？好啦吼，啊好，我会大家斗出力啦。哦，就是讲，咱有知影有求道的，啊，伫厝边隔壁，哦，爱是讲拄仔交咱都有亲情关系，哦，咱知影了后。 咱会赶紧来敲一通电话去甲邀请一下，哦，安尼咱嘛是咧了关咧，安尼嘛咧了关咯，哦，因为安怎讲咧，安尼就是咧大帮助的。咱门上讲啊，这边来来跟我无关咧，哦，其实当然无关咧，不过咱今仔日咧修行学道，嘛希望咧会当建功立业啊，啊，建功立业就是过去诸佛菩萨。 是拢度化众生嘛，今仔日的关圣菩萨带来咱互咱拜咧。哦，就是过去有去度人救人。哦，啊，那么伫咱即处三者普渡度神人鬼，哦，有了解即个三者普渡咧，哦，有即个三者普渡咧，那么必先度神人鬼。那么咧，为什么神爱去得？哦，咱大家拢知影，咱圣等咧。 啊，有了脱离功德的德，伫佛法还未修行的时阵，拢感觉讲吼，佛法的后代啊，世代做神吼，一定足好诶，吼安尼。毋知讲做神，伊阁有因缘故，吼，因为伊无得道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所在，咱无得道要超生了数，根本无可能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咱一定爱得道。所以讲咧，咱这个道为虾米不断？ 哦，那么咧度人救人，也因为这个天道的殊胜甲科学，若是天使的应允，咱今仔日得到都足困难的代志。较早是一书传一道嘛，哦，面面相传尔，即马是普渡，只要有三言成色，有佛言，有根基，有组织，就会当得到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为一寡哦，咱前面的孙啊。 甲咱孙，若何名就赶紧要互得到，感谢安尼。哦，为虾米？互我来听恁讲看卖啊。为虾米爱赶紧互得到？高阳太太，子弟讲话。开支，开支，啊，为虾米要爱接近？哦。 是，因为安怎讲呢？人讲天时唔等人啊。咱咧求道，即个上下咧，敢有甲咱讲？道若接凡之道，哦，钱去贴甲人，白凡点凡师傅敢主动，自从道来传互你。咱敢有听着安尼讲？有啦吼、哦，因为咱咧甲看虽然是点凡师咧点，但是若无上天的命令，点凡师嘛毋敢点。 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一时一时风，一时阵一时，哦，干有一分嘛。所以讲咧，咱先要食干嘛，俗，搁好食，敢是安尼？啊，为虾米来安尼？着时啊，着时啦，哦。所以讲咱咧得到，咱咧前面在得，甲咱咧孙仔名号好，特别赶紧去得到，就是因为安那讲，诶，上天的显象。 哦，向阳电视要指导，规定道到才指导，袂使去点道。道，你道人也嘛无效啊，点道师嘛毋敢点嘛哦。安尼咧，我讲得道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即处得道上界好诶印证就是人等于顺转如流。哦，那么咧，面貌安详。 这个是咱得到上界好的印证，就是伫这个所在。所以讲呢，咱拢会做。
抓紧，尤其是伫咱即处呢，啊，咱文道坛主啊，会使讲用尽千辛万苦，哦，啊，不断用尽足济方法，哦，来咧，哦，举行一个开光破佛祖。开封破佛节，其实咱本来咧就一直在咧做这工作，但是为了着天时、紧急、天意之因，所以赶紧咧想讲，咧看会当个来加钱、加紧，互较侪的兄弟姊妹咧会当来得到，那无咱也甲想。得到兄弟姊妹愈少，因得救的机会愈少。咱若得到兄弟姊妹愈多，相对咱兄弟姊妹呢，因会当来得到。那么呢，一处得到，九贤七祖尽将供应；一处升高，九贤七祖尽超生。所以呢，咱一定要好好把握。那当然，伫即处呢，推这个开封破佛节，那当然呢，这个佛节呢。咱一定爱种，所以得到开智慧，就是咧种这个佛种。即使就是伫即处，即世人伊无法度通成道，毋过伊未来世，共款会去来当着弥勒祖师的因缘。伊若不念这个佛种，伊要超生了世，伫未来世，要甲咱弥勒祖师呢来结缘，那机会足渺茫。所以讲咧，无论讲伊未来会成就未成就，咱拢一定赶紧度人，互伊有即个机会。因为上天慈悲，降即个道，互大家咧有一个一个啥咧，有一个得到的即个机会。即讲起来嘛，就是机会平等。上天那么咧来降下即个大道。就是要让九欲观人呢，拢会当来得到、来修行、来学道。那么呢，若如果有咱的兄弟姊妹无法度去了解，哇，真是普渡期啊！像咱七月有三代普渡月头、月半、月尾，讲要普渡好兄弟啊。但是咱伫129,100年这个愿会来讲的，伊真就是三者普渡度心人本哦，归要。就是要予伊会当真正的未来了发了个事实，所以讲个真正修行学道，毋是为着咱的福禄修啦。世间钱、世间因，不在世间钱多落因。但是咱会当钱会当用命，因为咱人若无命，无钱就用命，无命就修行啦。所以讲个身体爱顾，但是爱照着计。来修这个真的，就是啥？就是咱自心内底有一尊佛。咱各位前面，咱自心内底有一尊佛号，敢有？有啦，这一定有诶啦。为什么？因为过去诸佛菩萨都是还未成佛以前，嘛是人，敢是？是啦，偏偏是人，伊修会断去，咱来修敢未断去？会啦，同款啦，是惊人讲这个先佛本是凡人，作只怕凡人心不坚呐，惊咱修道的心无坚定呐。有当时啊嘞要来有班，想讲唔嘛来遮坐微波，人足艰苦，唔嘛我足济工课做袂了，所以讲嘞有足济的理由。要来修行学道，要来建功立德的机会呢，会使讲拢去予伊，去予伊走过。咱莫想讲咱莫想讲我见即个月无来，后个月无来，阁有一个月，今年无来，阁有明年。各位亲人，咱敢会当安尼想？敢会当安尼想？以前咱准备咱讲看卖，为啥伊袂使？
艰辛，逐天在咱的路上了愿，要把握当下，啊无吼，何阿进伫遮咧叫咱结缘啊，今仔在到已经看会着。哦。咁到一定，诶，无一定啦，啊，就是安尼吼，毋知咧紧张，吼，紧张讲吼，我若倒咧爬袂起吼，佫会打煞去吞海嘛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咱嘛是一旦我尽量做，一旦把握我尽量把握，吼，啊，定时要安怎，不要紧，因为反正有来一定爱离开啦，毋通讲着死就会惊啦，啊，毋是讲着死就会死啦，因为咱毋是臭头仔富啦。咁是安尼，哦，所以讲迄种恐惧惊，惊是咱唔知影人收，咱若无收，佮话变作八百二，咱嘛讲变作夭寿咧，后迄个代志变作食八百二十个，世间嘛咱干呐是一个尔，讲伊夭寿，因为伊无得到。干花食三十二花，讲伊终寿啦，为虾米？因为伊有生性命。诸佛菩萨真正会收。哦，像咱诸佛菩萨虽然离开世间啊，不过咱大家拢去拜观世音菩萨，敢是？伊个心，伊个话伫咱人个心目中，虽然身躯无快，不过伊个精神个伫咧，安尼叫做长寿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好好效法，哦，那么有得到因缘，咱来赶紧度，哦，互伊会当赶紧来得到，莫错过了家己良心。那安尼呢？真正吼，等咧了愿的机会也无，兄弟姊妹要得到的因缘也无，安尼足可惜的哦。啊，所以讲咧，伫修行学道，咱会当把握哦，有机会啊，一路参悟哦，甲这空慧咧会当提前落后啊来参悟了这个道理。趁钱重要，但是咱的自信更加重要。所以这是五祖伫《观经》内底甲咱讲，世人的生死殊代啦。为虾米讲生死殊代？因为伊是生干，你会当等于归位，袂当等于归位，是在咱世间一念的当中哦。所以咱的念是天堂甲地狱。哦，你若想啊，无要紧啊，歹势地狱有安尼。咱若想讲会，袂使钱。哦，咱一定要修炼，爱学道，会当建功立业。那安尼咧，咱的人生飞天就有，哦，就有法度。啊，那无，咱要倒转去，那要趁着三层坡度咧，其实足困难。咱这一万道已经全有86个国家啦。你若是道好，咱的道头法度传去到万国宇宙。哦，所以讲起咧，咱一定爱好好把握。尤其是到伫咱台湾传出去，哦，伫其他国度拢是非常的肯定认同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要好好啊把握。啊，若无伊世间，到啥物物件早会去的，敢有？有啊，有啊，有无？有。无啦，吼，影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来听道理，就是咧会当开启咱的智慧去觉。觉悟啦，哦，啥物是真嘞？啥物是假？啥物是实？啥物是虚？哦，啊，若问咱人生，虽然我赚足侪钱，毋过到最后早离去。哦，曾经嘞，咱台湾有一个企业家，哦，伊嘞空中飞人呐，伊即个空中飞来飞去，就是拢去咧做生意。啊，今日做生意吼，伊拄仔伫54岁的时阵，拄仔好身体过重，去检查起来就是恶性肿瘤第4期啦。哦，啊，伊就开始伫遐咧想这个问题啊啦。伊咧想讲吼，啊，我钱赚遮济啦，哦，啊，毋过我面对我若54岁尔咧，54岁真来讲是足少年咧。哦，但是我得到这个第四的这个感情，伊就伫遐想，哎、欸，我这世人安尼拼来拼去吼，啊，存遮济，我是为虾米呐？伊伫这个时阵呾咧讲吼，为虾米呐？啊，我趁钱是，哦，趁钱是咧用啥？哦，啊，所以讲伊开始打问号，啊，打问号了咧，伊就重新思考，哦。大生为了趁钱，
要去运动也无法度，要休困也无法度，伊安那无闲东无闲西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伊得到这个啊，这个恶性肿瘤了，伊当去无靠人生。本来迄菜拢无啥爱食，即摆拢改食菜，哦，啊，即摆来，逐天拢有法通困好觉，搁有法度来去运动，搁有法度做生意啊，啊，咱来甲想。生命若无伫咧吼，钱较济较有用，无路用啊！哦，所以讲咧，伫咱个人生爱活得有价值，活得有价值。当然咧，伫修道唔袂使赚钱，伫修道你有法度通去赚好济钱，通通可以。但是咧，伊是一件代志，毋通无想着。各位前辈，咱敢听无？好，因为咱世间钱甲赚，啊一方面修道就是咧积功德金嘛。哦，所以一个修道人，一个人爱有两本寄灵簿啊，一本是寄代票，一本是藏伫天宫银行咧寄功德的。哦，我讲安尼恁听有？哦，啊，世间一本若用袂着，我计因为我平常时啊有咧做功德吼，我功德簿迄本吼嘛是可靠啦。哦，所以当去目睭客气，三寸贵当去。哦，灵性倒转去到佛境第一天，当然上天按功德果。所以讲，先有哪有大仙甲细仙呢？各位前人，你想要大仙还是细仙？啊？要大仙还是细仙啊？大仙甲大仙。大仙啊！大家遐无信心。嘿嘿，大仙。都无人敢讲，爱讲哦，我一定要大仙嘞。大仙，大仙。哦，所以讲嘞，你就是功德。啊！咱个志向爱大，志向爱大咧，咱要成就大仙倒有可能。较早咧，我阿嘛拢安尼想啦，想讲等下到饭卡吼，啊我到碗哪落啦，安尼到去到五十二天到有，有啦吼，只是讲我着到饭卡，啊人到碗，我哦，我到碗哪，人到饭卡嘛，哦。那么伫这个所在，讲咱的志向上少，咱一定爱到饭卡，唔通到碗内，碗内都无饭通食咧。啊，咱唔通想讲吼，我紧，我无做大神，我搭转来遐扫涂骹兼砖地落啊，啊，志向遐尼少，哪会无爱成就大神的，拢想要去扫地呢？